可持續發展咧係融合咗創新科技，另一方面咧創新科技嘅促進可持續發展。咁2023年香港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大獎咧，而家開始接受報名啦。如果你的企業在應用創新科技推動環境、社會和經濟三大範疇的持續發展都有一個傑出的貢獻，是時候請你參加。記住9月20日就截止時間，盡快報名參加。多謝各位。